OK，来，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我们再继续上一次停留下来的部分啊。OK，好，所以我们上一次停留下来的部分是那个 Chapter 12 Variation 啊。OK，Chapter 12 Variation。啊，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因为我们明天是两节啊，那我们明天是两节，所以可能明天我们就是会讨论作业簿啦，啊。所以明天就是请你们准备，就是 Chapter 10的那个作业簿咯，呀，Chapter 10的作业簿就是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呀，就是你们可以先准备先，呀，所以我们明天就是会讨论作业簿啦，OK，所以呢，这里的话呢，我就不拖大家时间，所以就 proceed 这一个 Chapter 12 Variation 的部分啊，呀，Form 5 Chapter 12。哦，所以上一次我其实是有怎样讲，就是有进入一小部分有关于这一个 chapter 的东西啦，呀，就是说我有提到 definition of variation，variation 其实算是一种的变异啦，呀，所以 variation 呢 refers to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bserved in phenotypic differences caused by changes in structure, biology,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呀，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是比如讲，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呀，就比方说你的舌头是可以卷的，你的弟弟舌头是不能卷，等等之类咯。这一个其实是算是一种的 variation 啦。OK，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蝴蝶呀，同一个种类，可是呢，你看它的翅膀就不一样颜色，呀，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variation 来的。呀，所以呢，这些种种 variation 呢，当然上一次我也是有进入有关于这一个飞蛾的这一个例子啦啊，呀，它的学名呢，它的 scientific name 呢是叫做 Biston bertularia 呀，所以这两个都是同样的生物来的，就只是呢，你可以看到它的翅膀就不一样颜色咯，哦，就是因为以前它就是会有以前。就是你们读历史的时候就比方说那个 industrial 的 revolution 啊，等等之类如果你讲在工业地区的话呢，所以因为工业地区的话，工厂一大堆，所以它就是会排放出那一些 smoke 啊，跟 soot 啊，甚至跟 dust 啊，等等之类所以呢，它就是会导致它四周围的那个森林里面的树木呢，它讲讲变得比较黑一点啊，因为一大堆烟。哦，跟灰尘了，OK。所以一旦它的那个树木呢，它变成黑色的时候呢，这一个情况它就是会 favor 哦 dark color moth 哦，这样，因为黑深色的那个 moth 呢，因为它的翅膀黑色，所以呢，它就可以很容易 blend 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啦，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 dark color moth 它比较 well camouflage 啊，OK，well camouflage 哦。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就是如果你讲，你讲比较浅色的话呢，bright color 的话呢，如果你讲在这一个树木上呀，黑色的地方的话，哦，如果你讲白色的话呢，它就显得比较明显。所以呢，这一个白色的 moth 呢，它就是会被淘汰，就是因为是这样呀。所以黑色的话呢，因为它可以很容易 camouflage 进去这一个环境嘛，所以它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它的 predators 看到咯。就比方说一些的鸟类所以它就不会被它们看到了，所以它就可以躲过一劫咯，然后或者是存活下去了所以这一个就是它的一些些的 case 哦，这一个是一个variation 啊，所以当然variation 呢，上一次也是有讲过了 necessity of variation，其实这一个就是如果考试有问的话啦，为什么我们要有 variation，这些都是你的答案来的。都是你的答案，就是说，它就是要让那个环境 natural 环境来 select 一个最好的 characteristic 咯，最好的 characteristic 咯，那些不好的呢，就是会被淘汰掉。然后呢，就是要 ensure survival of the species，就是要让一个物种存活下去，然后 allows crossbreeding，among species to form，new species 啊。所以呢，就是它们生出来的下一代呢，就是一直都是会这样讲。哦，久而久之，一直累积下去的话啦，哦，他们就是会形成一个新的物种咯，呀，哦，因为一直这样延伸下去嘛，一代又接一代哇，呀，sedigate，sedigate，拉嘛拉嘛们家的不 get 啊，呀，就是一点一点累积，一点一点的变化，呀，所以久了它就是会很明显哦。
OK， 所以这个我就不提那么多了，因为上一次是有讲过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是还是一样，就是会 continue 上一次停下来的部分哦。因为 variation 呢，我们就是会有分为 continuous 跟 discontinuous variation。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强调大家，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的 backup 呢，其实其中一个就是 variation。所以它的那个数据跟资料呢，就是我已经是 post 在 GC。 或者是 WhatsApp 里面了，所以请你们记得储存下来，然后抄下来。OK， 因为毕竟这个是你们的朋友，就是帮忙你们画这个数据的啊，对啊，所以就是请麻烦大家已经是做好了哦，所以你就只是纯粹抄不了。OK 吗？好，所以这个啊就记得写，不要 last minute， 不然的话等一下放久了不见掉，你再来个浪嘎不找回去就糟糕了。OK。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continuous variation 的话呢，它其实就是一般上来，它的那个特征呢，它就是没有这样 distinct，OK， 没有这样差别的那么大。就比方说，你可以看到一下高度 ，OK， 哦，还有体重等等之类。其实呢，它就是区别在于就是 1 cm 啊，2 cm 啊等等之类咯，对啊，没有差到很大啦。你不要讲前面跟后面啦，I mean 就是它们之间。 呀，所以呢，一般上呢 ，continuous variation 呢，continuous variation 呢，它就是会有这一些特征啊。OK， 它就是会有这一些特征哦。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呢，这一些 individual shows gradual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istics from one extreme to the other extreme 啦。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它越来越，它的差别就是越来越，一直 gradual differences 啊，呀，哦，一直。 一点点，所以越来越大啦，哦，虽然是会越来越大啦，可是呢，他们之间其实就是没有讲差很大啦。OK， 然后呢，再接下来呢，他们是会被 environmental 所影响，对呀，所以 example 呢，就是那些 height 啊 ，body weight 啊，跟 skin color 咯，对呀，这一些啦。OK， 所以这一个就是 continuous variation 哦。 如果你要讲 discontinuous variation 的话呢 ，discontinuous variation 它的那个特征就是它会有 distinct differences， 呀，就是差很大的。OK， 就比方说你的血型 ，A 就是 A，B 就是 B，AB 就是 AB，O 就是 O，OK 吗？所以它就是会差很大的，它就是只有四个吧。一般上 discontinuous 它的数据没有很多，就是几个吧。如果你讲 continuous 的话呢，一大堆。 OK， 因为它数据很多嘛，所以你就可以画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呀，哦，就像跟我们班上的那个高度跟重量咯，呀，所以呢，高度跟重量的话呢，如果你有去抄那些 backup 的话，哦，它就是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啊，呀 ，normal distribution，OK， 哦，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讲 discontinuous variation 的话呢，啊，它就是它的 graph 是会有一个名字的，我们叫 discrete 啊。 这里有吗？课本好像是没有写啊，呀，哦啊，有，这里哦，它的名字呢是叫做 discrete distribution， 它们都是 bar chart 来的，哎，它们都是 bar chart， 呀，只不过呢 discrete distribution 呢，它就没有像跟那个前面这样啦，这么美咯，一个 bell shape，OK， 一个 bell shape 吧，呀，这个是 continuous 哦，啊，如果你讲 discontinuous 的话呢，它就是上下不 balance， 这个我们就叫做 discrete distribution 啊，就这样了。OK， 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呢，他们是没有一个 intermediate characteristic， 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全部都是很平等，呀，全部都是平等的。OK， 他们就是没有一个很突出的 characteristic 啦，就像跟这一个咯，高度的话呢，一般上啦，哦，如果你讲你有画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的话呢，中间都是很突出的。 哎，你看啊，中间就是很突出啊，他们就是会有 intermediate 的，哎，它就是会很突出。哎，如果你讲 discontinuous 的话呢，它是没有突出的啦，哎，它全部都是平等的，呀，所以可能就是前面比较高啊，或者是后面比较低，它总之就是不会中间的，啊，所以就是这样的现象咯，呀，然后呢 ，discontinuous 跟 continuous 哦。 Continuous， 它比较注重在于 quantitative，OK 吗？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continuous 哦，它比较注重在于
quantitative 就是数量型的，它的数据呢都是数量型的。OK， 然后如果你讲 discontinuous 的话呢，它的 characteristic 是比较属于质量型，这样 qualitative， 所以这些这些都是你们的那个 comparison 啊 differences 来的哦。就是说考试如果有出的话呢，这一些都是你们的比较的点，对吧 ？Discontinuous， 它 characteristic 就是 qualitative， continuous 它的 characteristic 就是 quantitative。OK， 然后可是 continuous 呢，它的 characteristic 是会被环境所影响哦。那么 discontinuous 会是怎样呢？它就是会被 genetic factor 所影响，对啊，它就是会被 genetic factor 所影响咯。当然 continuous variation 呢、哦、它其实不只是会被环境所影响啦，它们有时候也是会被 genetic factor 所影响的。就比方说你高度啊，有些人天生是很高的，有些呢，有些人呢天生就是矮咯、哦、或者是胖跟瘦呢，有些人天生就是很胖的。 OK， 然后瘦的话也是一样咯，这些都是要看天生的。所以呢，这里的话呢 ，continuous variation 呢，其实你们课本里面哦，它虽然是没有提到啦，可是呢，它除了这个 environmental factors 以外，它其实也是会被 genetic factors 所影响的，对啊 ，I mean continuous variation 啊。只不过呢，如果你讲 discontinuous 的话，它是不会被环境所影响，它们就是只能被 genetic factors 所影响罢了 ，OK 吗？Discontinuous variation 它只会被 genetic factors 所影响，就比方说你的血型 okay, A B O 跟 A B 这些都是我们父母遗传过来的，所以呢我们就是 random 咯，看你就好彩还是不好彩咯，看你拿到什么血型咯，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属于 genetic factors， 对吗？就是说或者是你的舌头能卷还是不能卷、哦、其实它也是属于一个 discontinuous variation，它也是一样是被 genetic factors 所影响的，看啦、啊哦、eye color 啊 fingerprint 啊这一些都是 discontinuous， 它们都是被 genetic factors 影响咯、啊、这一些呢你们都可以画那个 schematic diagram 了、啊、这个都是可以画 schematic diagram 了，看啦、啊哦、所以 genetic factors、哦、就是 discontinuous variation 它是会被 genetic factors 所影响啦、啊、如果你讲continuous 的话呢、哦、它 majority 它是会被环境所影响，可是呢它确实是会有 genetic factors 的因素在里面的，只是你课本没有提到了、哦、上一届的 syllabus 他们确实是会有放这两个 factor 进去里面，对吗？所以就是这样了、啊、然后呢 discontinuous 呢这一些都是给你们看的咯呀 eye color 你可以看到、哦、有些的外国人哇蓝眼睛绿眼睛呀，我们亚洲人是比较褐色啦，深褐色那一种啦，呀黑色深黑、啊、黑色或者是深褐色 那一种啦、哦、所以这些都是 variation 哦。 OK fingerprint pattern 呢就是我 Becca 有给你们了的呀，就是 loops 啊 holes 啊跟 arch 啊 OK， 所以这些都是你们指纹的 pattern 哦啊、然后呢 ear loop 也是一样咯，有些的 ear loop 是 attach， 有些 ear loop 是 free、啊、free 的话就是下面有耳垂的、啊、有一粒的、啊、就是有耳垂哦一粒的，然后 attach 的话呢就是完全粘着、啊、然后 thumb hyper extension 就是有些的那个拇指可以折去后面，有些是完全不能折、啊、这样就这样了，它尽管怎样凹怎样折都好就是不能折，所以这些都是一种的 variation 啊，他们都是 under discontinuous variation， 对吧？都是 under 这一个，可以吗？好，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然后呢，当然在接下来的话呢 ，continuous 跟 discontinuous 呢，他们都是会有 comparison 的 ，OK 吗？哦，如果考试有问你的话呢，这个就是你们的答案啦、啊。只不过再提醒多一次，你写 essay。或者是写 structure， 请不要只是写一个字啊！啊，如果他叫你 explain 的话，不要只是写一个字一个字罢了。你就像跟你写作文还是 galangan 还是 essay 一样，你要写一个 full sentence，OK、okay、吗？哦，有 subject 也有 predicate，OK、okay？ 所以这一些完整的句子你要写出来的，他才可以给你分数。哎，不然的话，你写一个字的话，谁会懂你在写什么东西哦？
啊，你就是要 convince 那些考官给你分数，所以没有办法了，你一定要这样做啦。OK， 所以呢，中间呢就是它的 similarity。一般上 continuous 跟 discontinuous， 他们是会很少问 comparison 啊，一般上都是会问 differences 啊，因为他们 similarity 太少了，呀，就只有一个吧。OK， 好，它 similarity 确实是太少了，呀，一般上它是会问 differences 了，不同点。Yeah, 所以这一些都是你的答案、okay, 都是你的答案、okay, 都是你的答案来的yeah, 所以就是记得、啊、不要只是写一个字不要只是写 no intermediate characteristic、其实是很难给你分的、啊 yeah, 就要还要看那个考官好心还是不好心咯yeah, 好如果他硬硬抓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给你错因为你就是写了文不对题啊好就是你有那个 point 可是不是一个 full sentence OK 吗、哦、所以就是这样、啊、OK 所以这个我就不讲了、啊、因为刚才就是讲了一大堆然后呢还有一样呢就是我没有提到的就是 continuous variation、啊、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differences 就是说它会 characteristic 它就是 controlled by many genes OK 吗 continuous variation、啊、它就是有很多个 gene 来 control 的OK， 所以因为它有很多个 gene 来 control 嘛，所以呢，它的那个能影响它的 factor 呢，就不只是 environmental factor 罢了咯，它也是会有 genetic factor 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个又在更加 boost， 更加证明到 continuous variation 它也是有 genetic factor 的啊，然后呢，再接下来 discontinuous variation 的话呢 ，discontinuous variation 的话哦，它也是可以被 gene control， 只是呢，它比较特别一点。它只被一个 gene control 了，看啊 ，discontinuous variation one single gene control 了 ，OK，continuous 就是 many gene， 所以呢，它们两个都会有 genetic factor 因素在里面，只是呢，如果你讲 environment 的话 ，continuous 不了咯，呀、yeah, ，discontinuous 就是拜拜了啦 ，OK， 哦，就是说你去到外国也好，你去到北极、南极也好，如果你的血型是 A， 你都是 A 的啦。OK 吗、哦、它是不会突然间变掉了 OK 啊所以就是这样吧所以这一个就是、continuous variation 跟 discontinuous variation 的 differences、啊、OK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除了这些以外、哦、当然那一些 variation 呢有什么因素会导致这一个 continuous variation 跟 discontinuous variation 呢就比方说如果我们讲 environmental factors 的话啦什么东西会影响它、哦、这里就是有给大家咯、哦、温度光线 pH 这些都是 environmental factors、啊、就是环境的因素、啊、环境的因素咯然后如果你讲 genetic factors 的话呢 genetic factors gene 那一边的话可能我们会想到变异、啊哦、不懂啦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些 X-Men 啊呵呵 Marvel 的啊或者是 DC 的啊那些 superhero 啊有些它就是真的是 mutation 的所以呢这一个 discontinuous variation 呢它其中一个 factors 就是 mutation 哦 okay, 除了 mutation 以外、哦、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影响的因素就是在 meiosis 那边、okay, meiosis 我们之前就是会有学过 crossing over 嘛 okay, crossing over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independent assortment of chromosome crossing over 是发生在 prophase 1那一边的、啊、crossing over 是发生在 prophase 1而如果你讲 independent assortment 的话呢我们可以讲、哦、发生在 metaphase 1、哦啊、因为 metaphase 1它排列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没有跟着次序的、okay? 它是 randomly 排跑去的、啊、就是我们的 chromosome、啊啊、我们 chromosome meiosis 的时候、啊、它就是会 crossing over 嘛就是爸爸跟妈妈的 chromosome 它就是交换基因就是在 crossing over 咯然后可是它过后呢进入了 metaphase 1的话其实你的 chromosome 是乱乱排的、okay? 乱乱排的它没有跟着次序的所以呢这个乱乱排的现象呢我们就叫做 independent assortment of chromosome 对、okay、吗、啊、然后再接下来 random fertilization 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精子他们也没有去挑的你以为是巴萨咩哦、就是你要选最好的 quality 没有这样的啦、啊、因为精子男性的精子大约就是600 million 左右、啊、那600 million 里面就是会有其中一个幸运的精子会跟卵子结合吧
所以呢，那个 out of 600个 million 呢，那个幸运的精子，其实他们没有选的，它就是 randomly 抽的，对呀。所以这个我们就叫做 random fertilization。OK， 所以这些都是影响 variation 的因素啦。哦，所以呢，我们就是要 expect 接下来它就是要一个来解释哦，对吧？哦，所以 crossing over 刚才就是有跟你讲了咯，呀 ，prophase one， meiosis one 的 prophase one。OK， 所以那时候我们 paternal 跟 maternal 的 chromosome， 呀，它就是会 undergo 那个 crossing over。哦，我们不讲 chromosome 啦，我们讲 homologous chromosome 啦。Yeah,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crossing over occurs between non-sister chromatids。 所以呢，我们一般上解释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写 non-sister chromatids。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打叉是来自于爸爸，另外一个打叉是来自于妈妈。Yeah, 这个打叉我们就叫做 sister chromatids。 okay, 所以我们就叫做 non-sister chromatids， 因为是分开的嘛。Okay, 然后 of homologous chromosome during prophase 1 of meiosis 1。所以呢，这一个一旦它一交换那个基因的话呢，哦，所以它的那个 chromosome 啊，它就是会有产生出一个 new combinations of genes。所以呢，这一个现象就是会导致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 variation， 其实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咯，啊，所以你慢慢一直累积，一代又传一代，一代又传一代，所以呢，它的那个 variation 就是会越来越明显，啊，就是这样。Okay, 然后呢 sister chromatids that separates during anaphase 2 of meiosis form gametes with different genetic materials at the ends of meiosis. 所以呢 at the end of meiosis, 你就会得到不同种类的那个 genetic materials 啊，就是说你的精子啊，哦，它可能它里面的 genetic materials 就是不同咯。那卵子也是一样啊，可能就是不同咯，啊，就是这样咯。所以这个就是 crossing over 的产物啦，我们讲 products。 OK， 所以除了 crossing over 以外呢，我们当这个就是给你们看的那个图啦，呀，哦，你又当成是咯，蓝色是爸爸，红色就是妈妈，呀，所以呢它就是会有 chiasma site of crossing over。 所以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哦，这是 form 4的啊，那个 cell division 啊。 OK， 所以它一旦它有 crossing over 了过后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讲蓝色的，你看还有掺到一点红色，哦，红色的话有掺到一点蓝色。 okay, 一旦它一 complete 了它的 meiosis 过后，你看你的那个里面的 genetic material 就不一样呀，本来是蓝跟红吧，可是呢现在又掺色。 okay, means that 就是你的精子啊还是卵子啊，啊，它们的 genetic material 是会有稍微不一样，对吗？所以这一个就是 它的那个整个过程啊。OK， 所以除了这个 crossing over 以外呢，哦，这个也是一个啦 extra 啦，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了呀。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当然就是会有 independent assortment of chromosome。 OK， independent assortment of chromosome。 所以这个呢就是刚才有讲的咯，在 metaphase 1里面呀，就是说因为你的 cell division 呢，哦哦，无论是 mitosis 也好 meiosis 也好，我们就是会有四个 stage 嘛，prophase, metaphase, anaphase 跟 telophase。 OK, prophase 的话呢， prophase 1它就是 crossing over 了嘛，然后 metaphase 1的话呢，它就是会 arrange randomly on the equatorial plane。 OK, 这个 equatorial plane 呢，其实你也可以写成 metaphase plane 啊，其实一样的东西的。 yeah, 就是说在那个细胞中间哦， yeah, 哦，就是在细胞中间啊，它们就是会排列在一起，所以这个排列在一起的隐形的一条线呢，哦，我们就叫做 metaphase plane 或者是 equatorial plane 啊。诶，就像跟我们 Milky Way 这样，那一些行星啊绕着太阳转呀，其实我们画那个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画了一圈圈圈圈圈的，可是那一些圈呢，哦，其实我们是看不到了，就只是一个想象罢了呀。所以这个 plane 啊跟 plate 啊就只是一个想象罢了。诶，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independent assortment 它是怎样排呢，它就是会有两个 possibility 咯，所以它要这样排也可以，或者是这样排也可以，啊，所以呢它排不同的话，它产生出来的那个产物呢就会又不一样。看啊，你看是就是如果它这样排的话，就是它的 meiosis complete 了过后，哦，你看它的那个 offspring 还有这个 cell 啊，蓝色蓝色红色红色，啊，如果是这样排的话呢，红蓝
红蓝哦，蓝红蓝红，呀，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 independent assortment 的现象，呀，排法也会导致 variation， 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那些生物从100万年前，呀，就是慢慢的演变成新的一个物种，其实就是因为是透过这一些咯，呀，因为它不断的重复这个东西，就是很小吧。啊、变化真的是很小吧，可是呢一直累积下去，一代又传一代，一代又传一代，所以一直累积了，就是到很久很久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异、啊、就是这样咯、啊、所以呢这里的话呢 at the end of meiosis different gametes will be produced with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paternal and maternal、啊、paternal 就是爸爸的， maternal 就是妈妈的， which result in the genetic contents of each gamete to be different. 所以呢因为它排不一样嘛，所以呢你的那个 gamete 精子还是卵子，它里面的 genetic contents 也会不一样、哦啊、从而导致会有 variation 发生、啊啊、所以你就是会看到你的兄弟姐妹舌头能卷不能卷、啊、然后卷发还是直发，这些都是可能是因为是这些这个因素咯，对啊，好，所以是这样而已啦。OK， 所以呢，当然，在接下来另外一个 factors 呢，就是提到 random fertilization 啊。所以 random fertilization 的话，其实也是不多啦。对啊，就是说它的那个精子跟卵子的结合呢，哦，受精嘛 ，fertilization 是受精嘛，对啊，哦，所以它的 fertilization 呢，其实就只是一个 random 随机的，他们没有挑剔，它不像跟巴萨一样，你去到巴萨。你当然每次买菜的时候就是讨价还价了嘛，我就是要选最美的，或者是你去 mall 那边买水果的话，你也是要选最美的，可是 fertilization 它不是这样，它是 random 的，而是真的是随机的，因为它随机，所以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前面 crossing over 跟 independent assortment， 它就是会生产出各种各样不一样的 genetic content 的 gametes 嘛，所以呢这一些 gametes 他们都是会有对等的、几率来跟这个卵子结合咯，所以呢这些东西呢这些发生的概率呢都是很随机很 random 呀，他没有故意选这一个，他就是真的是很随机啦、okay? 所以呢这个 genetic recombination 呢 which occurs during crossing over and random arrangement， 你看两个，然后呢 of homologous chromosome in meiosis produces gametesWith different genetic contents， 所以呢，这一些 different genetic contents 的那一个 gametes 哦，他们又再发生，就是他们要 undergo fertilization 的时候，全部都是随机啊。所以呢，你生产出来的 offspring 呢，我们是很难 predict 的，你就只有 percentage 了，就是可能50%是男，50%是女，哦，我们没有100%肯定是女的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是100%就预测到的是女的。100% 就是男的，不是，你就是一般一般的、啊、可能就是男的也有可能是女的，所以这一些都是 random、okay? 所以 therefore the diploid zygote which is produced after fertilization will have a new genetic combination， 所以呢你要导致 discontinuous variation 的话，你就是前面就是我们有讲到啦，有 crossing over independent assortment of chromosome random fertilizationYeah, 就是这三个咯，这三个都是 model 细胞分裂跟收精那边、啊、如果你要讲比较 detail 就是直接看 chromosome 里面的结构的话呢，那么那个就是要看 mutation 了、yeah, 哦、这个就是要 mutation 了，只不过 mutation 呢我们今天是来不及了啦、yeah, mutation 我们是来不及了，只是 mutation 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需要你们先自己去读跟了解一下啦、啊哦、因为毕竟明天我们就是会讨论作业簿先啦、啊、因为我们作业簿已经是太多累积差不多两个章节啦、啊啊、所以就是请大家明天就是准备 Form 5、哦、就是 Form 5 Bio、啊、Chapter 10的那个作业簿、啊、所以明天我就是会讨论啦、啊、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就这样咯对、啊、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这样啦，Okay, 所以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先哦。OK 吗？好。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就这样了啊。如果要点名的话，就快点点名哦。 所以 mutation 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进入啊。OK， 所以剩下同学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就是要断开这个 meeting 了哦。所以给大家5秒啊，就5、4、3、2、1。OK， 明天见。